点来，再就吃的是很辛苦。加点海蛎，点一朵地瓜来。来了，那个大家那个才是小老板。下面哈、啊、那边一头地瓜来。没有不懂。下面哈、啊、那边一头地瓜来。味道怎么吃啊？甜的吧。咸的。咸的。对。甜的。哎，地瓜本来是甜的。这是喝醉。那也是我见过的，家里面买的最甜。摔地里，你快拿了，这样拿的。这个什么饼啊？这虾饼，这边海蛎饼。海蛎饼给我。真皱纹啊，什么人都问的。这个面糊就面粉，还有别的什么？这个哎，这自己配了，你们配不起来了。他这个也是盐水。